回去跟你老公说了，跟你老婆说，跟你员工说，我是为你而来，我是来服务你的，啊，一切都为你好的，并不是利用你，没有那个想法。过去惭愧了，不了解，现在了解了。所以呢，那我们一定要表现到让所有众生不离开大慈悲心，称赞解脱，而且这个慈悲又不执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啊，称赞这个脱离轮回的快乐，护持如来究竟戒品，所有佛成佛的戒律你都圆满，啊，你都要去护持，啊，护持正法，不令众生住于佛界。有没有人法号要改名叫佛界的？啊，因为你决心要成佛了，所以叫佛界。啊，如果今天有人要出家，他的法号叫佛界法师，那你叫佛界，你就要乖乖的，对不对？因为你要成佛的戒律嘛。所以啊，普令众生住于佛界，所以各位，你的法号叫不叫佛界，就在你心里了，住于佛界。啊，你要圆满佛陀诸佛的戒律，诸佛的戒律就是一种誓愿。那我们持戒是要让众生圆满诸佛的戒律，而不是为了自己。第四，说一切有，悉皆如梦，所以什么都是假的啊。所以你女儿说：“妈，我要结婚。”啊，那个是做梦一样，真真假假，不要太在乎啊，早一点回来啊啊，看你哪一天梦醒了你就回来啊。那个是梦，梦是苦的，是假的。那所以一切都是，一切存在，这个有不是光人哦，山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都是虚幻，都是假的。这个叫戒，安住空性嘛。说一切有，悉皆如梦，这要让众生了解，这叫你持戒。所以各位，你持戒，你不能不说法。就像我现在讲，哎呦，各位没有在睡觉，很谢谢哦。啊，我本来不想讲的那么深，对不对？啊，但是深要讲的变成浅，浅要做的能够做，这样啊。所以看大乘经典快不快乐？太好了，楼上就一直超度，我们这边就一直送大乘经。一直在实践。我坐到这边哦，精神很好。我们中午啊，我们湛信法师慈悲帮我按摩啊，因为我喉咙这两天不行了，不能讲话了。我本来想说下午请我们湛严法师主法，结果中午有人往生，他只好去助念了，那只好换我上台了啊。那上台好在他帮我按摩按摩，哎呦，现在有声音了，还不错听，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加持啊？那我们进房间就头昏眼花啊，刚才还点了除障粉啊，那没办法。所以各位就说，别人的障碍啊也会跑到你身上来啊，就像你帮对方按脉搏，对方的苦就到你身上来了，对不对？我也希望帮对方超度，一超度哇头昏眼花啊，但是这个也是一种慈悲啊，这种你要安忍啊，你要帮助别人，你就要忍住啊啊！但是佛法有加持，不可思议啊！了达诸法自性皆空，各位这个一定要让别人把这个叫三昧耶戒，三昧耶戒是离开空性你就犯戒，所以菩萨的戒律是要让众生不执着有，而是要让众生安住在空。了就是彻底的了解，通达诸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无自性的，所以根本没有一个自性叫自性皆空啊。所以万法只是一个因缘和合，虚幻而存在，暂时的存在一个现象而已，要这样去了解，这个叫戒。说诸欲乐无有滋味，所以各位吃肉快乐吗？卡拉 OK 快乐吗？ shopping 快乐吗？无味了，不快乐。念佛快乐，川海清快乐啊！这边各位很享受，我跑了很多地方，大家川海清冒汗，里面全湿了，没有冷气可以吹，有冷气只有声音，没有风的啊！啊，吉隆坡有福报，有一个莲华生命基金会，这边吹冷气打瞌睡啊，对不对？还不错，好。所以
那时候觉得唯有佛法才是快乐，唯有菩提心我还活着，离开菩提心我就是死掉的人，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各位要享受这种法喜，好不好啊？听佛法快乐还是谈恋爱快乐，那是你们说啊，对不对？外面都不这么说啊，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念到讲佛法如谈恋爱一样，让各位听不腻，对不对？没办法啊，但是各位你不这样勾招对方，对方怎么会听呢？是吗？啊，就要让对方觉得我很关心你，我真的很爱你，希望你离苦得乐，而且跟对方说佛法，那不要拿着佛法当戒律去呵责对方，不能如此，对不对？不能如此。对方不好，你要更同情他，更爱他，更关怀他。所以我师父要我去监狱，我很谢谢我师父。他说你去监狱要讲到让监狱人觉得说，嗯，他很伟大啊，你尊重他，你千万不要说我是乖乖牌，你是坏人啊，不能这么说。你要让对方升起一个信心，你再怎么样一时失误而已了，保证将来成佛啊，枪毙也 OK 了。啊，往生净土，对不对？我都跟对方枪毙，赶快找我，我天天做功德啊，所以那我知道你来就好了，不要伤害我，我要交代一下啊，我都知道，哎呦，又来了，对不对？然后就赶快帮他，但是你不能舍弃他啊，所以令诸众生远离欲薄，出烦恼垢。所以我想，我们受戒。这个戒的功德要让对方看到你不起欲望，而且让他讲解，哦，这个烦恼事实上是很痛苦，把你绑死了，爱情啊，执着啊，名啊，利啊，欲望啊，会让你不自由啊，啊，而且会伤害你的生命啊，这个烦恼结就像打结一样绑死你了啊，卡住在那边了。所以各位，这样持戒重不重要啊？重要。师父，你说我有什么缺点？好啊，爱发脾气 ，OK， 你就改一下。然后你讲我们的大悲观，大家一起给你加持，让你不发脾气，好不好？啊，一发脾气就拉肚子，你就 OK 了。这叫有加持力，有加持力。一个人造恶业没有恶报，就叫没有护法，没有加持力，了解吗？哎呦，一发脾气就很痛苦，像我一样，我一发脾气就生病，我一发脾气就生病，所以我算了，不要发脾气了，啊。我一起男女的念头啊，就躺在床上，就没有，不行，那个念头连来都不能来，对不对？所以你要发这个愿，你不发这个愿，那你在满足你那些贪嗔痴，你都觉得很快乐的时候，那就魔就来找你了，你就惨了啊！所以你一定要把众生的苦成为你的痛。哦，现在众生在生病，希望我会痛，希望众生没吃饱，哎呦，我就肚子很饿，啊，那你要发这个愿来帮助你自己。好，来忍辱。一，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称扬赞叹一切诸佛往昔所行忍波罗蜜，并所随顺相应行海。二，令诸众生得法自在。得心自在，具忍辱力，称扬赞叹金色身业，离嗔恚垢，起慈悲心，止杀害心，绝畜生道。那如何修忍辱呢？波罗蜜就是要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称扬赞叹所有的佛过去怎么样修忍波罗蜜的。所以各位要把佛陀的忍辱波罗蜜的故事，特别在南传佛教、大乘佛教也很多，多多宣扬。哇，赞叹啊，佛陀太伟大太伟大。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去学校讲佛陀做鲸鱼如何舍他的肉啊救众生，我的小朋友都会掉眼泪，然后很感动他们的善根啊。释迦牟尼佛过去做个商人，他不因为慈悲心，所以他就赚不到钱，大家都笑他笨。结果这500个人要回去的时候，有一些小鱼被鲨鱼在追杀。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所以这个商人就爬在甲板，哦，我终于我不失快乐的机会来了，拿一只刀子往他的肚子一插，一插呢跳到另外一边，
因为鲨鱼在这边吃小鱼嘛，它就跳到那边，那些鲨鱼闻到鱼腥味全部都冲过来吃它，那小鱼就得救了啊。然后呢，那些笑他的499人，这很惭愧啊，我们笑他笨蛋，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布施家，所以他就死了。然后他在被吃的时候很快乐，虽然很痛，发愿，然后我将来成为一只大鲸鱼，可以保护大海里面的所有的小鱼，让他们都跟着我，在我身边，我带他们去吃有东西吃又安全的地方。他发这个愿了，所以这只大鲸鱼在海里面千万年一直保护小鱼。后来有一个乡村不下雨啊，风不调雨不顺，没有收成，五个渔夫都快饿死了，也出不了海，也抓不到。夜宝来了，整个乡村的人都没得吃。这只大鲸鱼看到了，就用它最大的力量跳上岸。一跳上岸以后，哇，五个渔夫吓坏了，哇，这么大的鱼。他就开口了，你们赶快拿刀子跟桶子，刀子来挖我的肉，就是桶子来装我的血，然后告诉你们全乡村的人赶快来挖我的新鲜的肉，不要让它烂掉了啊！所以这只大鱼就在海滩上被挖了一个月，你看它多痛。结果呢，玉皇大帝都很感动下来，你怎么不赶快死呢？难道你要抢玉皇大帝我的位置？那这只鱼说，没有，我就是最后一乡村的还没有到，我在忍在忍，玉皇大帝帮助他们赶快 我的头给他们吃。那最后一乡村呢，鱼身都没肉了，就剩下头就挖下去，那鱼就死了。那死了以后他发愿，我更要来投胎这个国家，以我的福报帮助这个国家风调雨顺，所以他又投胎到这个国家来做小王子独生子。那独生子以后大家很尊敬他啊，准备将来接国王，因为这样他的悲心感召另外一个佛到这个国家来传五戒啊布施，所以整个国家就改变了。各位，佛陀伟不伟大啊？我讲故事精不精彩？废话，我讲一千遍了，我都背起来了，我都可以跳到台上演了，因为一曲跑天下嘛。所以每个学校哦，师父再来讲，我都就讲重复的，对了对了，同学话呢，他们还指定我讲哪几个故事啊？哦伊莲姆导呼南无阿弥陀佛，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啊？哦伊莲姆导呼怎么叫人家念佛？一直去鼓励人家。所以各位，你要佛陀的故事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啊！那你要普遍十方去称扬赞叹，而且自己的行为也是如此，并所随顺相应行海，法随法行。那我们修忍辱，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相好庄严或者表现忍辱，是让对方也得忍辱。以法，什么叫法？变化无常，他都能够自在，叫以法，这个叫法忍。法忍得心自在，代表安住在无生法忍啊，依法自在，别人砍你杀你乃至下雪，这些耐怨害人耐众生人，那我们修忍辱也引导对方能够学习忍辱，他就可以不怕变化，不怕苦。所以令诸众生得一切法，他在一切法生老病死变化前得自在，不但在对外的法自在，心也自在啊，就算他被砍头了，他儿子被杀了，他心里平静，赶快超度他比较重要。具忍辱的力量，以这个力量去调伏众生，忍辱的力量可以让出彩虹，可以下雨，可以什么，因为忍辱的力量很大，具忍辱的力量去调伏众生。所以称扬赞叹金色身相，修忍辱的人身体会发亮啊，所以佛陀身体光无量光，因为修忍辱来的啊，所以得佛陀的金色，所以我们要赞叹正叹哦，赞叹修忍辱的相好庄严金色深夜，离嗔恚垢，而且永远没有嗔恚的烦恼。所以一个不生气的人快不快乐啊？快乐。你家的狗永远不会叫你，所以你很爱它，对不对？甚至爱狗超过爱儿子啊，因为狗对你这么随顺这么忍辱。所以各位不要爱生气好不好啊？修大乘佛教啊，就是不能生气啊！你一生气，你的病啊、高血压、啊、事业、啊、都会垮掉，因为这个一生气呢，福报就烧掉了啊！所以起慈悲行，不但不生气，还要帮助众生啊！得心正得忍辱力，还要帮助众生。最后要让自己有忍辱力去帮助所有的众生
哦，他缺什么钱，他缺什么，我们都想尽办法帮他。止杀害心，那帮助对方还要让所有众生不会上去伤害众生。杀就是屠杀，害就是害他啊！不管人动物，所以各位不要吃鸡蛋，那母鸡好可怜，对不对？不要喝牛奶，那母牛好可怜。我那一天看影片啊，我差一点，我很少掉眼泪的啦。但那一天我看到，我实在忍不住了。他们为了要挤牛奶，一定要用烧烧牛的那个乳房，烧一烧，让它都没有毛，这样吸下来牛奶才不会夹毛和塞住，这样，那牛就跳起来。一定要一直烧，各位以后你要吃母奶，你儿子吃母奶先给你烧一下，这样，哇，对不对？那牛就跳一下，那这样没办法。再一个，乳牛为了让它不要乱跑，这样可以有牛奶多，四只脚一定要一只脚把它弄残废掉。残废掉，所以他一定把一个针插在他另外一只脚的关节，所以每一只牛走路都很慢，他就会肥肥的，而且不会乱跑。再来，乳牛一成为乳牛以后，他到了一个年纪，就要这两只脚硬把它烧烧到里面，然后把它弄断，那牛很多都是当场死掉，因为他这样做小乳牛，他就永远不会去撞人。所以为了达到牛奶的目的，伤害这一只母牛啊，强奸它，而且让它爱别离苦，生下小孩就给它伤害掉。那各位你了解这个，哎呀，怎么样赶快劝人家不要去造这个业。那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造这个业的直接或间接者。如果你去卖奶粉，如果你去经常喝牛奶，如果你去占叫人家喝牛奶，那你就要让更多的乳牛受苦，也更多杀乳牛啊，以及牛奶行业的人受无量的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断除这个因缘，你断了就少一只众生在受苦。所以这个世界，那每个人都可以影响，所以我们要止杀害心啊，你要把这个心变慈悲行，绝畜生道，不要让这些众生就一堕落做畜生。啊，因为他们堕落畜生很恐怖，很可怜，没有自由，啊，他们活活的被现在那些，你去印尼有一个市场，就专门在卖蟒蛇肉啊，什么的老鼠肉啊，啊，各种猴子啊，然后很可怜的，啊，那因为人类的欲望杀害就会造成，所以我们修忍辱行也要很努力的去宣传，告诉人家这些道理。这十波罗蜜你终于读过了，而且知道怎么做了啊，然后我们就达到目的了。第四，精进一，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称扬赞叹一切诸佛往昔所修勤波罗蜜，并所随顺相应行海。二，令诸菩萨精进勇猛，为一切智勤求正法，供养成事一切如来，恭敬赞叹，心无疲厌。三，令诸世间不起放逸，摄取众生，令离苦运，入佛究竟圆满智海。五，禅定一，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称扬赞叹一切诸佛往昔所修禅波罗蜜，并所随顺相应行海。二，令其散灭尘劳障意，勇舍骄慢，不起贪嗔，应清凉云，除烦恼热，结生死海，摧业劫山，调伏众生，安住妙法，究竟令其心得自在。六，般若一，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称扬赞叹一切诸佛往昔所修般若波罗蜜，并所随顺相应行海。二，普要正见智慧电光，令诸众生照达本性，普证清净妙法雷音，令诸众生增长功德，摧灭一切我慢高山，拔出一切诸见毒见，绝除一切疑惑异魔，令诸众生得自在智。七，方便一，
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称扬赞叹一切诸佛往昔所修方便波罗蜜，并所随顺相应行海，随顺世间种种所作，令诸众生就近成熟。二，虽普调伏一切众生，而于众生无所染着。三，虽普照明诸佛众会，而于众会心无所着。四，虽离生死，而于诸趣自在受身。五，虽现世间，而于涅槃入出自在。六，虽能了达生死涅槃无二无别，而常善巧饶益众生。七，安住菩萨圆满自在，超出世间，到于彼岸。八，大愿。一，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称扬赞叹一切诸佛往昔所成愿波罗蜜，并所随顺相应行海，令诸菩萨尽未来际乘四愿轮游正觉路遍周刹海。二，利乐众生摧无名山，裂暗欲网解众劫缚，永灭无余，示现神通种种变化，令诸众生受命自在。九，大力。一，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称扬赞叹一切诸佛往昔所成利波罗蜜，并所随顺相应行海。二，演说菩萨大种持力，方便法音妙辩才力，成熟众生广大愿力，摧伏魔怨智自在力，智诸外道心无畏力。三，身力坚固犹若金刚，能碎一切大铁围山，能灭十方一切劫火，能结海水，能吞猛风，掌擎净空所有世界，而于身力无有损减，令诸众生尽至三昧，普于一切自在受身。十，大智。一，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称扬赞叹一切诸佛往昔所修智波罗蜜，并所随顺相应行海。二，分别演说种种智谛，所谓一，普生诸佛实力无畏一切功德具足智谛。二，普满诸佛一切相好自在庄严具足智谛。三，普发菩萨一切大愿具足智谛。四，普遍摄受一切众生具足智谛。五，普为众生显示无我具足智谛。六，普遍观察一切众生种种心念具足智谛。七，普遍分别一切众生根解差别具足智谛。八，普遍随顺一切众生性要差别具足智谛。九，普遍了知一切众生甚深业海无量差别具足智谛。十，普遍去入一切众生无量愿海心乐差别具足智谛。好，特别是最后的智波罗蜜，是我们成佛最重要的圆满目标。那你有这些圆满的智慧，那你就可以了解观察分别随顺了知去入所有众生的心，而且能够引导他啊，能够了解哦，我为什么眼睛比较大比较小，我为什么智慧高啊，如何如何，你都能够了解，这叫佛的圆满的智慧。所以十波罗蜜，那从普贤恒愿品就要我们圆满这十波罗蜜，从世间的开始做，就是还没有达到空性的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去透过波罗蜜来调伏我执。然后呢，等你证的空性调伏我执了智慧，那你做的是一种成佛出世间的波罗蜜。那当然我们从有到无，而到有无合一，那后面这十波罗蜜又是善财童子去参见这位海床比丘，他显现的他所做的十波罗蜜的方法。所以经典就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希望我们能够真实的契入十波罗蜜的修行。所以希望大家以后人家问你在修什么，你要怎么讲？
菠萝蜜，好不好吃啊？啊，菠萝蜜，对不对？所以意思是说，那各位，菠萝蜜这个名字好好啊，啊，这个菠萝蜜就是为了要圆满自他利益的，特别以他为主，啊，所以以为了众生来充实自己的各种的功德智慧，这样才能够帮助众生。所以我们明天有时间再来念诵，好不好？读诵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好不好？劝进行者，哇，大家多来念啊！千万你不要说我这辈子就读地藏经，其他都不读，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地藏经当然要熟了啊，但是华严经才是真正的菩提道次第啊，而且写得很分明啊，不一样的阶段的十波罗蜜，十信十住十回行啊，一直到十地，然后呢不一样的心态如何行菩萨道，总共有52个阶位，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那这边有两个问题我马上回答，然后呢各位就等一下我们就休息啊。第一个问题，请问自己一个人在家做烟供，可否招请十方法界众生或累劫冤亲债主？可不可以？可以，跟10000个人没关系啊，心量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啊！所以各位要有无分别心啊，去招请，因为你要跟十方法界众生都结缘，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能力把他招请来，但是你有那个慈悲心，那就有这个功德吧。啊，希望将来你这个慈悲心变成一种力量，真的能够招请他过来啊！但是至少现在要有这个悲心。请问夫妻独住一间房子，如果供奉祖先牌位，可否供奉男女双方的祖先？台湾人的习惯，如果供奉不同姓的祖先，中间还会拉一条红线啊，意思是说他们分得很清楚啊啊。这一盘是给他吃的，这一盘是给他吃的，啊，因为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在凡夫的阶段嘛，对不对？你要当做人，了解吗？人这个老爸爸跟女方的爸爸，两碗饭不一样，吃的菜不一样啊，所以最好能够，你那个时候就要两个香，点香，要拜水，要两杯水，要这样的，不是把它写在一起，因为他们还不到空性，对不对？他们还有一点分别。要这样去看，愿以此功德读诵华严经功德、大乘经典功德、烟供药供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天地福医生，防疫既然是不同的神佛当中的一部分，今天就本天医生来同大家复习五个防疫好习惯。天一，当然要量体温，你不跳火车去本医生看。天二，做人要戴好，是说有没有垃圾的就会问过。第三，正确接着洗漱不好名目主再同屁股。第四，不好话体检病毒就不会传染。第五，凡间要接着清洁小土，空气爱流通。透过以上5个防疫好习惯，做得同人听书，做得会发现人唔跳火，咪做得广大接触同传染疾病嘅风险，防疫嘅路况
傻傻都当重要，大家穷下大病，受过上苦的空间。